啊，各位大家好，大家公安。这个话袂使签啦，绝对袂使签，咱就反对到底。中国咧讲，我来这个话签落是台湾行向，甲中国统一的一大步，人讲得足清楚。台湾嘛足侪人，国民党内底人咧讲，我马英九签的个目的就是终结统一，终止统一。其实马英九倒无咧关于世界的问题、关税的问题、骗钱的兴趣。台湾前面个话以后，对台湾的经济好歹，不是马英九的关心，伊是关心的这是不是假用，终结统一、终止统一的一步，足清楚。所以伫遮嘛无必要想。甲马英九一定要变讲，一句话了以后，经济一定是摆咱知影，毋免随便在变。咱上爱关心的是台湾的主权的失去。台湾人为着台湾的主权努力争取，民主进步党伫1987、1988，伫江平建主席伫我做主席的中间，伫咧推动台湾主权独立。到现在以后，要推动台湾共和国。诶，追求，咱有台湾中央讲，宪法嘛定好，所以咱拼坚固20几年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台湾社会支持台湾建国的声音超过20%以上，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愈来愈多。伫这时阵，咱绝对无容忍马英九一个人，伊伫遐想要将台湾的主权出卖给中国。马英九虽然唔敢公开讲，但是伊个人，国民党内部的人公开嘛好，私下嘛讲，马英九的兴趣是要将台湾赶紧一日送予中国，甚至已经公开讲台湾甲中国是同一个国家，台湾甲中国无国籍无同款，台湾人甲中国人无国籍无同款，只有户籍无同款，人讲足清楚。我伫遮，咱来反对一句话，毋是干呐为着经济问题，毋是干呐为着世界问题，是为着台湾，会搁中国统治问题。一旦台湾互中国统治，毋是干呐世界问题，毋是干呐经济问题，毋是干呐关税问题，台湾非常的凄惨。有一个日本的教授讲，恁台湾人毋免惊别项，干呐惊中国的大量的人搬来台湾住，恁就受不了。你要看西藏的经验，新疆的经验，伊遐已经偌侪西藏的人口，西藏地区的人口，中国人比西藏人即摆较侪，大量的中国人搬去新疆，新疆的人伊嘛是受不了，台湾来烦恼啥代志，所以是啊，全力反对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动一句话。哪里？咱民主进步党啊，是咱台湾人长期所维持的、追求的捍卫主权、建立台湾国这主张，才会当实现。哦，咱大家非常辛苦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姚凡文，啊，咱的国际前议长，也是民主进步党前主席，对于党外时代，伊会到事件以来，为了台湾。拼到规个头毛拢白，我再大破声，来感谢一下，互相鼓励，互相鼓励，谢谢啊！下面咱的贵宾是伫咧过去一群非常非常疼痛台湾的教授，做伙甲台湾人民来打拼。咱即摆来欢迎咱台教会台湾教授协会，咱即摆的会长陈医生，台会长，咱破声来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啊，各位主席，啊，谢丁院长，还有啊，黄主席，啊嘛，人民的黄主席，啊，各位我所敬爱，部落乡亲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伫遮啊，要求依法公道，在这个行动人民，其实相当一段时间为高雄、台南啊来到咱台北，已经运作一段时间，啊，台湾教师协会伫顶礼拜。
嘛是有招真侪咱的友好，来台教会之友，也是会员，啊，伫咱杨妈妈迄个所在啊办一个感恩会，啊，差不多超过100人来参加，啊，咱议员兄这边长啊，嘛来遐报告。啊，所以咱真侪社团其实拢有咧暖身，啊，有咧运动，啊，为着这个五二同一个活动咧，准备了会使讲相当的充分。啊，咱本来这是一个真自然、真啊有关系来做这个要求。啊，这两天电视报道啊发动一挂奇怪的声音，我这个机测，我看咱的麦克是向这边，啊，是向成功高中，哦，啊，这个算这个鼓励，哦，是袂讲共影响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两天真侪中学国中生啊，国中的家长拢接到迄种的教育局哦来通知。讲吼，恁如果啊受到什么损害，都要寻什么路径来救济，一直咧制造一个恐慌的气氛，啊，是讲咱咧这个真自然、真有关系来做这些活动咧，已经损害到这个考生的权益，啊，这种是一个小动作、小伎俩。咱绝对无受到安尼的一个影响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求依法爱公道。即真侪支持者、支持的学者，哦，因拢讲台湾甲中国已经有相当密切的一个经贸关系，即摆只不过将即个发生的事实来甲伊制度化，哦，一个架构，哦，即个 F 就是架构，啊，即个安尼的一个安排之意，哦，并不是啥物新的代志啊。何况讲国家甲之间如果有即个自由的贸易协定，即个是好代志。哦，但实际上，咱真侪人拢凊彩入去 Google， 啊，即几天因为咱连续三天，哦，咱是要长期抗战啦，是干下个月，所以呢，有时间哦，台教会朋友跟演讲的资料拢传落，哦，你甲黑放啊，黑放都什么是自由贸易协定？内底伊开宗明义讲，就是中国还是多国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啊，目的是咧促进经济一体化，消除贸易壁垒啊，例如关税、贸易配额优先顺序别，民准货品甲服务吼，伫这个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。啊，如果若拄着讲啊，啥物不便还是啥物阻碍的时阵，自由贸易协定会使你来进行补救，哦，即个措施啦。所以咱甲看啊，两国或多国啊，咱台湾。从中国刚起两国或多国，所以马上碰到的问题是，就像吴主席讲的讲，咱是不是像澳门还是香港呢？西卡西卡啊，迄种的状况，基本用着 F 法。所以呢，当伫中国哦，从这个东协开始在签约的时阵，啊，咱今日对袂着的，只是相对民进府、民进党的政府的时间呢，都已经面对这个问题，已经在讨论这个 WTO 加入了后，咱会拄着的问题。甚至民进党伫咧九零年代阿辉伯啊，伫咧讲借机用人的时阵，啊，派别之间的辩论，毛人讲大胆西进，哦，甚至比国民党更加激进哦。但是后来讨论的结果，讲要长本西进。所以讲，咱知影这是20年来一直咧发生的问题，有影，唔是讲马英九上台才发生，但是将来都无亲像安尼这种的马政府。就是讲，即便是在李登辉的国民党时代，也不敢这么干啦。哦，伊嘛咧借机用人，伊嘛咧搞到一挂起码中华民国吼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就是咱这个台澎金马的一个利益，起码嘛爱搞掉。但是呢，可惜啦，哦，李登辉的时代已经被国民党剔除了、抹白了，哦，因为12年的历史是空白的。啊，咱即摆拄着讲马政府即摆一意孤行的情况之下。如果咱的人民若无来发出清楚的声音，啊，迄个政府与政府之间就来互骗嘞。咱迄个90年代后半期，民进党的主张是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的，不可以政党与政党之间来搞这些事情。后来他现在是政府啦，马政府要去弄啦。但是这个马政府，伊在选举的时候嘛，无同你讲要签 F 啊，哦，伊嘛在反对讲，伊无要一体化，哦，伊要无要一中市场。所以这个代志，咱伫这个时阵。应该呢是爱团结无同款的团体，无论是社团也好，政党也好，只要是反对台湾陷入港澳化危机的这些人，都爱站出来团结，发出咱坚强的声音。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咱出来去，还有两三天的时间，咱继续来探讨，多谢。